郑伊健举行新歌发布会，当然吸引了很多 fans 来到捧场啦。而大会对伊健都好好、哦，送了两部单车俾佢，一部俾自己，另外一架，正如 fans 喺现场大嗌，梗系俾 YoYo 蒙嘉慧噶啦。OK 啊，咁踩单车唔系。而家咧就唔可以有啲咩損傷嘅，我留翻咧做完之後去玩就差唔多啦。咁咁輕嘅車可能會攞去即係可以打滑飛機第二啲地方玩咯。係啊，咁香港你知好危險嘅香港，香港人口太多啦，單車路都唔適宜踩單車嘅咁樣。講到嚟緊嘅演唱會，除咗引入咗好多新科技之外，伊健仲話想挑戰下自己喎。跳舞就想挑戰下自己啦，咁因為即大家知道我唔係好渣噶嘛，嗱大家睇到啦，咩舞啊？都 OK 噶，性感我好啲係咪應該？好啊，性感你性感啊嘛，咁 OK。OK 啲嘅，即少啲咁啦，我唔知啊，都盡量操噶啦而家